来喽、哦，好，来喽、哦。最近的生活就是练团、表演、录音，然后再练团，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人都很悲伤。接下来三场北中南的巡回，所以这两个礼拜花了很多时间在练团。那我也找了一个很棒的吉他手，虽然认识很久了，但是从来没有合作过。我很喜欢他弹的吉他，还有他的和声，很酷，很好听。然后我的单曲，的实体，就实体单曲也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看到它的样子了，非常漂亮哦，很漂亮，是有蜡笔设计的，我很喜欢。那你们来看我表演的话，就可以带一张回家，只送不卖哦，呵呵呵呵，来看我表演哦。